们用这个角度来讲，今天是2016年6月29号，星期三，今天老师你看看这个脚怎么样啊？一直不好，有在进步中。今天有洗过澡，今天有洗澡。我的想法是现在上半身跟下半身要同时，要同时进步，这样，希望赶快达标。希望赶快达标。奶奶还不想你去游泳，还不想。我妈妈要跟我去游泳的哈，然后要吃东西啊，要吃榴莲啦哦。她想吃榴莲。妈妈，我们要吃榴莲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呢？我也很喜欢啊。你看，刚刚我跟你杯那个榴莲咖啡。真的，我知道有榴莲糖啦。榴莲咖啡，不知道还有榴莲咖啡。我记得我爸爸很喜欢讲榴莲的故事。说有些汉人到了东南亚，就是为了榴莲，留在当地榴莲。跟你说，原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汉人就到那边就叫它叫榴莲，因为太好吃了。甚至于他们当地人说，当榴莲上市的时候，他们穿的衣服都在沙龙，当了沙龙都要去吃，当了沙龙都要去吃。所以说榴莲是多么甜美的东西。对，但是很奇怪，有些人就不行哦。像我先生呢，我先生那时候到我们家来。吃榴莲，他一吃就很喜欢的，已经没吃过，一吃就很喜欢，对，就很喜欢吃榴莲。但是呢，我儿子就不喜欢，他闻到就不行了。那我们家的猫，我儿子养的猫，流浪猫在路上捡回来的流浪猫，闻到榴莲的味道就在那趴，两只脚在那抓地。好像要把它埋起来，觉得很臭，那个味道很臭，要埋起来，对不对，妈妈哈？有一次到新加坡去，学生啊，要去，他刚好在新加坡跟那个叫他们叫做吉隆坡，就是新山，就在那个吉隆坡旁边，那去新加坡去叫东西，结果呢？然后他们感觉不仅感觉我喜欢吃，我再去就去买了最好吃的，但是那个个头都很小。个头很小。对，很小很小，他们说这整个很小。对。我没看过，我都是看到大的。大的都太。我们。马来西亚的有一种品种就特别的小。真的。真的，那我没吃过。那不仅是甜。但很多种味道，有的是比较，就不同的味道。那我不知道，我只去过泰国吃。所以说每一个人都对那个所谓的榴莲味道的诠释不一样，在感觉上不一样。有人说闻起来像那个腐肉的味道，有人闻起来像那个以前啊喂那个火鸡啊，一定用葱油巴加米汤加饭。那种味道，没有形容的不一样。但是喜欢吃的人就是闻到它的香味，对，太香了。我可以吃它不吃饭呢。但是那个很上火。所以他们吃完要吃，榴莲吃完要吃那个芒果斯金，三组。
前那个不能下飞机，结果我的亲戚从东南亚来，就给他包的密密的，然后偷运上，放在密闭的盒子里面。那时候还没有进口，但是他们知道我爸爸喜欢吃。你都在东南亚待过吗？对，我爸爸以前是新闻记者，中央社特派记者。所以你还是有点长渊源哦。洗过澡是较无感情的哈。你觉得这个东西如果用针灸，会不会加速它的？因为我对针灸设计不是很清楚，应该会有舒缓的效果，应该是会有。我没有学过针灸，有没有亲自性的？因为他们手会松，针灸没有意思。因为我在想说，我昨天跟我们一个住你的家属聊天，他也是八九十岁，他的太太就是躺在床上，以前都是他在照顾，那从能吃饭到不能吃饭，从有意识到无意识，那他就跟我说，他前有一次他腰痛，照顾到腰痛。结果去针灸了五次，连续五次就好，所以让我想到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不是也请那个医生哈？因为我看这样虽然说那个，可是也是蛮费劲儿。如果真的针灸可以帮忙的话，希望是相成效。对对对。你认识这针灸的高人？他就说就在我们那附近。我昨天就中午的时候跟他回家的时候，我跟着他一起去看到底是哪一家。看到中医诊所。那我他说那时候他那时候是50块钱。现在100多，那100多有健保了，想也没问题，所以我想带妈妈去给她看看。嗯，因为确实是很僵硬，如果针灸可以让她松一点，那我们做起来应该是。妈妈也不那么辛苦。哎，这样做起来应该是比较轻松一点。因为本身我不会针灸，是不是应该照理讲应该有这种效果？你看那个尼克不是很那个那时候他的
他的寄信集去中国，来中国那乒乓外交嘛。后来呢？无痛手术，你在讲无痛手术的事情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可是他实际上也没有用很普及了，虽然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，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广泛的推广，还是在做麻醉，还是用药物麻醉。那高人毕竟不多。不多。可能那个经验不容易复制。可能要私塾的啊，或者怎么样传。我觉得西方的科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很容易普及，他就 SOP 哦，这都按那走按那走啊，什么人来，好像工厂一样。然后那个医院的那个，对，学校教育一下出来多少个博士，多少个硕士，吓死人了。搞到现在硕士博士不值钱，对不对？可是以前的那种师徒教育出来真的是可以用得上，可是现在这些硕士博士好像嘛不安了，是不是啊？很多东西只是知识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用啊。你必须要亲身的体验啊，所以说医古疗法一样啊，易学难精。学很简单啊，5天就可以上手，但上手就不见得就会做。我觉得这个重点在观察，还有修正，因为人不是机器。哦，你看机器，每一样机器都是零件，都是一样出来的。那虽然这样说，那个机器磨损的程度也因每一个使用的人不同。对。哦，所以也是有好的师傅跟普通的师傅的区别吧。哦。要讲的很简单啊，赌夫有没有？有夫。赌夫的，三秒的。哦，屠夫。屠夫啊。哎，他那把刀子，有人每天要磨，有人就是不需要磨，他就会顺着那个正带的方向这样子。他不是用砍的。但是不会的呢，咔咔咔一直切哈，很容易就钝化。就好像我们游泳嘛，对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游泳噼里啪啦，对不对？有些人顺着水性游。哎，我这次游泳你知道吗？哦。我们那个团体啊，下水有60个，我是第9个上来。嗯，而且我还不是跟他们同一批下去，他们是第一大队，那我跑到我本来有一个人就要帮我在水里照摄影，哎，我很心动，我就去跑到他那个大队，结果他们大队。在第四、第五大队，哦，那就差很远了。那我后来想想不对，一个梯队之间几个人，很多很多人嘛、啊。那我就想说，那他们上来了，我还是随礼，等一下人家便当发的来提啊。我就说算了，我不要照了，我不希望说造成啊我们团体的困难嘛、啊、哈、哦，那个。啷个照啊？你就当你上点动啊，所以我就离开他们，我自己往前走。结果我是在第3大队下水，结果我居然还是第9名上。可我觉得那当天为什么会这样？当天我硬有浪，那我发现硬跟浪不一样。浪就是有打浪，硬跟浪有什么不一样？那个浪是这样拖。我走走浪，哎，羊是这样，然后，哇塞，这就是羊，哦，硬，那我不知道那叫，反正就是龙就是波浪，就是波浪，哦，那硬的就是，像以前我们去那个外岛，哎，老师，我们拿报纸，哦，来来，好来，谢谢。
收报纸，因为看过了报纸嘛，丢也很麻烦。嗯，要不要换一个位置了？嗯，换到这边来。今天这个很强，是不是？有放墙？没有，都没有墙过。没有墙了，哎，怎么今天感觉很热？奶奶，最近比较顺利哦。我的脚哈。松很多。好，好，好，慢走了。
尝试一下，嗯，我用那个 AMC 啪啪啪，先去把它打开，嗯，可能松得快一点。